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院委员贾乃馨、孔文吉、江慧珍等十八人，有鉴于卫福部最新统计显示，2001年核定中低收入人数639000余人，在贫穷线未调整的状况下，2002年暴增将近6万人，而且2003年还会继续增加，形同底层民众收入减少。然而去年台湾上市上柜企业获利为1兆4764亿元，主计总处也预估今年经济是正成长，但民众的薪资却是负成长，甚至倒回15年以前。为落实马总统全民加薪的多次呼吁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提高最低工资，责成各部会全面加薪，促成企业加薪，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蒋乃馨、孔文吉、江慧珍等十八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，请行政院严处。请问议会有无异议？无异议通过。